Part 2淘寶開箱，今次得兩樣嘢，唔知點解我唔知撳錯咩掣啦，佢逐樣逐樣送，啊真係好失策，不過唔緊要 ，OK， 先拆咗呢樣先啦，呢樣應該都係我手上啲嘢。哇，都幾大個！就係打卡嗰啲嘢，打卡嗰啲嘢，即係咩 items 打卡咯嗰啲啦，幾好。依家都29日嘅啫，唔緊要啦。跟住呢、這個，是一個cushion 嚟，諗住擺喺間房度拍片嘅時候坐。喂、欸？等等，哎呀，幫我整好啲先。就是這樣啦，是不是這樣？就是這樣的，好像不是這樣，這樣sorry， 就這樣坐在地下又可以，試試坐在地下先。哇，舒服啊，真是舒服啊。 OK，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段影片，記得 like it， subscribe， bye。